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是来自日本的和香。那首先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是京都的大香堂鸠居堂的白檀香片。那除了香片以外，我们还有香末，像这样子的东西。那一般呢，这样子的香片是可以用来当单闻，或者是用来做香包，都非常的适合。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五种香呢，它是里面有沉香，然后白檀、桂枝，然后还有丁香。那另外一种香呢，通常它会依据每一家香堂其实会不太一样。那像这个云龙香，它是带有一点点龙脑，就稍微偏凉的那个气味。那最后我们这边看到一个南回，这个比较特别的东西，它是自江户时代开始，就是人家为了取暖，他会用这个灰，然后放在盒子里面，加入水，就是有点那种让它有起化学作用，然后它会发热，就有点类似现在的那个暖暖包，就是这个是一个蛮时代商品。